一旦第二胎啊，生肖哦，到你为你相传的这个季节，完成这个书念，所以生肖尽力行会，咱为了要传承落去，咱未使无生肖落去，所以为了要生肖落去，要传承落去，咱未使无继续努力度啦。所以啊，替先贤先贤。肩担紧箍，咱先前先前，诶，这个心会相传落来，咱轮到咱头顶天命，肩负使命，心负使命，身负使命，咱的使命咱未使无了解，所以肩担紧箍，完成老前人志向抱负，咱完成咱老前人的志向抱负，咱拢是弥勒祖师的化身以外，咱嘛是咱师尊师父的化身。咱更加是咱老前人的化身，老前人从东方咱台湾，咱大家人拢从倒来流露出来，是不是？咱就是老前人的化身。所以，咱完成老前人志向抱负，未来团结一致，伫咱内，咱来团结一致，大家拢无分彼此。刚才大哥讲的，一个便当算什么？一个便当算什么？生命都在所不惜了，还在乎便当？生命的环境牺牲，牺牲，咱家己的生命嘛在所不惜，那有需要去计较什么？所以咱今仔日就是道人，这个道，咱来修行的是啊，名留人间，道行天上，咱必须要对有类爱团结一致，团结一致。有话没有干断，对我来讲，咱没有干断，不断地继续努力打拼下去，这是咱应该爱、应该爱有的上个正确的力量。所以咱感觉讲因为咱圣人完成这个精神的凝聚精神的凝聚，以及咱力量团结一致的这个经验这十二年来的经验，相信咱大家人拢有感受，拢有感受。咱有内团结一致，有外没有间断。咱有信心，有毅力，有信心。所以，使咱适时宣传，适时宣传，上下密切。